吃风油包吗？你还会做这个？刚学的。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做我最爱吃的菠萝包。网上有详细步骤，很简单的。可是对我就没用啊，你每次烤出来都像炭一样。还是你聪明，有天赋，帅。好吃吗？对了，我昨晚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昨天你哭了。啊？我为什么哭啊？你说你梦见我死了。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然后你说你要和我在一起，你说我们相爱了。我说的。那你是怎么回答的？我说，好的。怎么，我回答的不好吗？我中彩票了，我男神爱上我了。这么高兴吗？林墨白，你谈过恋爱吗？有过喜欢的人，但是没谈过恋爱。检测到对方情绪，建议亲吻对方。那我现在是不是该吻你？那我开始了。啊？是我最喜欢的菠萝包的味道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男朋友了，对吗？吃饭吧。今天早上的那个吻，是你第一次 kiss 吗？啊？你不是说你没有谈过恋爱吗？昨天晚上是第一次。哎呀，简梦妍，初吻竟然是在喝断片的情况下，我要再喝酒。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啊？是戒酒吗？没那么严重，下次你再喝酒呢，别喝的什么都不记得，这样很危险。你说的我都听。我送你上班。来，小迪。小迪。墨白哥哥说你不能做他自己的项目，所以呢，你拿着这个手机，我会一直跟你保持视频通话，你会看着我们玩每一个项目，就像你跟我们在一块一样。谢谢姐姐。说吧，你想玩哪个？我想玩那个。小迪，我们现在要上车了。墨白哥哥，你们快点，我想看了。小心，别叫太大声啊！真是在摆戏啊！这有的人做不了这个。哎，我看恐怖片说过山车到了最高点可能会断电。你别这样说。很高啊。看，梦妍姐姐很紧张。你要真怕呀？我们要出发了。小迪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墨白哥哥，梦妍姐姐，你们加油！哎，不要动啊！好了。
小迪，吓死我了！我们好了，墨白哥哥，你们快点回来吧。好了，来，我都被拔了。恐高啊！恐高还玩过山车？谁让我答应小迪了呢？哎，你怎么这么淡定啊？刚刚坐在我旁边的是你吗？你不信？不信我们再玩一次。不，不要。